你天天拿着手机各种拍，你手机里有那么多没发过的照片，你要不要找机会选几张给我们看看呀？来，第一张呢是在这个大连拍摄的某一天特别特别冷，我记得这是我在大连在我人生中最冷的一天，18岁以来。然后呢，就是那种风啊，就一直往里面灌，然后就特别特别冷。记得那天早上拍吧，就是一拍到进去呢，我就只能就是在一个墙角，披着我的军大衣把我裹在里边。再来一张，有一次坐飞机的时候，拍那个饭就是比心，当时也特别流行比心，我觉得就是感觉整个世界当时都是在比心，都是爱你的形状。这个呢，是我们在三亚用高能的时候，不是有一天在荒岛嘛，就是我们在那个这个火堆里边去烤东西吧，烤了一个鸡蛋荷包蛋，也是爱你的形状嘛，就是烤着玩嘛，然后突然烤出来发现它就变成爱心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当时正流行吧。这一期就是所有的都是爱你的形状，我在军大衣里面也有爱你的形状。然后下一次就是把你手机拿过来，你就随机滑，然后滑到哪一张你就公布哪一张。告诉我选哪张，然后滑我的手机，这样你所有的照片你就都知道。不会，就这样，我滑着滑着，你说停。对，可以。然后再下一次，我们就让粉丝选，比如他们想说，他们想选第9张或者是第21张。我问我的，想问一下，万一我的照片只有没有那么多张怎么办？或者说不可能，你天天拿着手机到处拍。或者说我。Yeah.